这场比赛已经开赛了，在上半场比赛，延边队明显是在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，客场作战的场中亚泰是从左往右。本场比赛的主裁王哲啊，整队的平均身高要低于对方后点，尤其对，就这个人伊斯梅洛夫。刚刚开场，延边队的门前是风声鹤唳啊，保持的不是特别的，这个是纵向说的是吧？对，好，这个球。来到了大脚下，能啊，看看延边队能有什么好的破门方式没有？定位球方面，第一点漂亮。我们看一下，啊，蹭了蹭了，这个二号姜卫鹏啊，二号姜卫鹏，姜卫鹏，延边富德的唯一高点，对，唯一高点，这球力度还是轻了一些。田一农今天的哎，非常漂亮，这个球就是打穿了，到三角传过来打门，哇，被对方。这次进攻的起始点也是在田一农这儿。今天田一农会很忙。一夫认为金波应该把这个球拿下来。哎，这个球。哦、马里尼奥得。哎呦呦。好球，这个球不越位啊！金城泰，啊，又是要挑射，一脚油已经踩到底了。好，来看看这个金城泰。再怎么处理，还有没有漂亮？哎呀，居然被乌鸦哥给挡了出来。这个角度问题啊，这个球啊，后场你看这种球，这就是延边富德去年最擅长的对这种打法。想要打小门，但是乌鸦哥的反应还是定位球开出啊、哦，这是门将。好球，这个球摘了出来，斯蒂夫这个变向是有点，是不是有点早？但这一下好像斯蒂夫撞的应该是不轻啊。这也就是之前的一些积怨。现在延边富德这会儿进攻气势有点上来了，斯蒂夫打门吧，打门啊，没有打上力量、嗯、啊，把这个投入的兵力呢，现在整体的阵型往上压的比较开，这个应该掏牌了吧？这都明显了。这王哲还是没有理会吧？没理会，看，只是吹停了比赛。哎，看一下这次的进攻，金城大只有两名进攻队员，怎么来处理这个球？哦，没有传过去啊。林迪可能要打了一脚，啊，其实这空难可以出。啊，给到后点，哎呦，进步，球进了，漂亮。金波漂亮，给力！这个时候该套牌了，王哲肯定是要套牌了。银笔啊，银笔的视线，这首先是三十号张笑飞啊漏了，这球张笑飞还真碰了，真碰了啊！张笑飞不负责任，这个球传的好的、哎，这个球又是我们前场斯蒂夫，看看斯蒂夫的推射啊，角球。啊，越位了！哎，哎，给我们打门！哇、哦，这个球啊，也没是完全做好准备。起球了，小心了！嗯，在边线控一控。对，现在是要控制，确实往里三角打回来，球坐一下。哎呀，这个球位置不是太阳打门、哦，打在了横梁上。苏啊，没碰着，没碰着，乌鸦科没碰着这球，那也跑不动。尹昌吉上来，利用一下尹昌吉，小心啊！众志成城啊，现在做好防守。好，这个时候王哲吹响了整场比赛结束的哨音，我们真的要恭喜延边队获得了本赛季中超联赛首胜。这场比赛已经开赛了，在上半场比赛，延边队明显是在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，客场作战的场中亚泰是从左往右。本场比赛的主裁王哲啊、整队的平均身高要低于对方后点，尤其对，就这个人伊斯梅洛夫。刚刚开场，延边队的门前是风声鹤唳啊，保持的不是特别的，这个是纵向说的是吧？对，好，这个球。来到了金大脚下，能啊，看看延边队能有什么好的破门方式没有？定位球方面，第一点漂亮。我们看一下，啊，踩到底了，
好，来看看这个金城大，再怎么处理，还有有没有？漂亮！哎呀，居然被乌鸦哥给挡了出来，这个角度问题啊，这个球啊，后场你看这种球，这就是延边富德去年最擅长的对这种打法。想要打小门，但是乌鸦哥的反应还是不。定位球开出啊！这是门将，好球！这个球摘了出来，斯蒂夫这个变向是有点，是不是有点早？但这一下好像斯蒂夫撞的应该是不轻啊。这也就是之前的一些积怨。现在延边富德这会儿进攻气势有点上来了，斯蒂夫打门吧，打门啊，没有打上力量、啊，把这个投入的兵力呢，现在整体的阵型往上压的比较开，这个应该掏牌了吧？这都明显了。这王哲还是没有理会吧？没理会，看，只是吹停了比赛。哎，看一下这次的进攻，金城大只有两名进攻队员，怎么来处理这个球？哦，没有传过去啊。延边可能要打了蹭了。这个二号姜卫鹏啊，二号姜卫鹏，这延边富德的唯一高点，对，唯一高点。这球力度还是轻了一些。田一农今天的哎，非常漂亮，这个球就是打穿了，到三角传过来打门，哇，被对方。这次进攻的起始点也是在田一农这儿。今天田一农会很忙。一夫认为金波应该把这个球拿下来。哎，这个球。哦，马里尼奥得，哎呦呦，好球，这个球不越位啊，金城大啊，又是要挑射，一脚油已经死角、啊、其实就困难很出啊，给到后点，哎呦，金波球进，漂亮，金波漂亮，给力，这个时候该套牌了，王哲肯定是要套牌了，银笔啊，银笔的视线，这首先是三十号张小飞啊漏了，这球张小飞还真碰了，真碰了啊！张小飞不负责任，这个球传的好的、哎，这个球又是我们前场斯蒂夫，看看斯蒂夫的飞射啊，角球啊，越位了，哎哎。